且慢。根据我的调查，干净牌卫生纸的售价虽然比清油牌卫生纸贵，但是卫生纸却多了24%。也就是说呢，每包平均可以多使用0.3个月。再搭配上这次的折扣，干净牌卫生纸实际上比清油牌卫生纸便宜了18.275元。数学太好了吧？经过我的计算，成本至少可以再少12%。快去公司怼死他！你也是价值最大化的精算达人吗？欢迎来台达采购团队。艾哥，那你数学这么好，帮我写这次微积分作业好不好？喂，你在看什么啊？听我讲。再说啊。哦呦，拜托嘛！老板娘，这菜怎么算？能不能算便宜一点？不二价。阿姨，我看这些菜的叶子都有点破掉了，可不可以算的便宜一点？350就好了。欧北贡，我的菜是全市场最漂亮的。阿姨，我逛了一圈，也觉得你是全菜市场最漂亮的。350。免谈。阿姨。我才刚毕业，算我便宜一点吗？谢谢阿姨。哇，我儿子长大了耶！我们之前的合作都很顺利，那这次的折扣就在麻烦经理了。别这么说，跟贵公司合作是我们的荣幸。但是如果这次也合作愉快的话，我想我们主管会期待未来有更多愉快的合作。我请我们业务处理，谢谢经理。你也是充满说服力的谈判达人吗？欢迎来台达采购团队。下来没？小蛋呢？啊，你有没有女朋友？这是我女儿的赖啦。全球经济已产业别担心。看，这样就是烛光晚餐啦。儿子已经会照顾家人咯。你也是随时做好准备的谨慎达人吗？欢迎来台达采购团队。哎哥，你觉得这样怎么样？老公，你当时就是这样跟我求婚的。你在看什么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我们这样电影来得及吗？应该还可以吧，走过去刚刚好。Hey, you guys got a cell phone charger? I gotta catch a bus. My phone is dead. I need it right now. I gotta go. I got 30 seconds before this thing comes out of here. There you go. Oh my god, thank you so much. I will get this back to you next time. I promise. Thank you. You saved my life. You guys are a good match. Thank you. Have a good one.说什么？他说他手机没电了，有没有行动充电器？还有他说我女朋友吗？我也觉得我男朋友很帅。你也是外语能力一把照的国际达人吗？欢迎来台达采购团队。Our bus just arrived.You. He's my lifesaver. 加入台达，永续发展你的未来。